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呀？薇薇姐姐来给你们过生日来啦！我们今天制作一个生日蛋糕，要制作这个绿颜色的，好不好？把这个绿颜色的打开。哇，里面有一个小蜡烛，小蜡烛，然后里面这个是一个粉包，这也是一个粉包，这是一包小糖珠。它的说明书上说要把一号粉包打开，然后倒入这个小碗里，让我们打开它，倒入这个小碗里，看看这是粉儿。好，这小粉包倒入进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倒入水，倒入水以后，然后我们拿着上面的小勺子，然后把它搅拌搅拌，好像是水还不够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。好，搅拌一下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倒入这个二号粉包，再搅拌一下，好了，最后把这个漂亮的小糖珠放上。放上我们的生日蜡烛，看看，小生日蛋糕就做好啦。好啦，让我们把生日蜡烛点燃。许个愿吧，宝贝们。好啦，我们开始吹蜡烛啦。宝贝们，吃蛋糕啦！喜欢作品的记得点关注哟，拜拜。